看来伊雷特拉又要爆炸了，麻烦你过去帮他一下。小小风暴，你是来找伊雷特拉的吗？哦，他真的很棒，对不对？你也去充电吗？啊，我们继续吧。你帮我向他证明我有多强悍，我就帮你介绍，一言为定。你好，让我朝你挥挥手。谢谢你。哦，谢谢你的友善，能帮我度过低潮。圣光啊！恶心，你的口水喷到我了。我会追上他的，我一定可以。你觉得你可以帮他做出惊天动地的新发现吗？水是非常好的导体。你还在等什么啊？虚空风暴这边的闪电真是漂亮。伊雷特拉说我的冲击抗性很高，我想这应该是一件好事。啦啦啦啦，要是你有再多一点点的法力，再来充个电。好啊，我比外表更强悍，尽管来吧。我们可以做得更好。我要承受更多伤害才能让伊雷特拉刮目相看。我很不想戳破你的泡泡，可是我们好像卡住了。别担心，总有一天我会跟他一样。加油加油，我们再试一次，再试一次吧，我们一定可以证明给他看。伊雷特拉真的太强了，要是连这个都承受不了，我永远都别想追上他。我最爱早上清新的雨水味道。治愈之雨是要怎样？我的柜子里好像有漩涡，哗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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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会痒啊！你办到了，我带你去见伊雷特拉。不过小心别被他扫到台风尾了。谢谢您的观赏，觉得不错的话帮我点个赞。想要验证的事情，欢迎在下方留言。原声语音安琪拉，由工研院文字转语音，服务提供。